请登记第一位的黄委员国昌发言。谢谢。先请教一下非安会的诸位，普悠玛行政院调查事故小组的报告看过没有？看过没有？报告黄委员，我有这个轮廓性的了解。好，非安会就这个调查报告有没有参与？被咨询，我们有参与。那依照你的意见，这份调查报告符不符合你刚刚所讲的，要客观、要独立、要公正，够不够独立、客观、公正？以我个人的见解，还有非安会我们调查的经验不够完整，不够完整是。好，来，请交通部的代表。上一次在普悠玛事故专案调查，在行政院赖清德院长来本院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我就讲了，主风洞有冷却器，长得这个样子。你们在11月26号出来的第一份调查报告，一句话都没有提。等到我在院会总质询揭露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承认说有这件事情，然后才把照片在我的要求下面公布。交通部，为什么赖清德第一次来本院进行报告的时候，对这么重要的事情隐匿？当时不知道吗？我想行政这个调查是由院里面这个，所以不关交通部的事。这当然我们需要提供这个对啊资料。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调查小组赖清德到本院来进行报告的时候，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只字不提？除了隐匿吗？交通部是不是11月初就知道了？是不是？以下是知道了的搜寻结果。是不是？我想在这个行政院的专案小组调查过程当中，依他们的要求，我们是主。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行政院专案调查小组跟交通部没有关系，是吗？对，当然我们有参与，而且要提供他们。对嘛？所以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意见嘛？11月初就知道啦。赖清德来本院报告，为什么提都不敢提？在隐匿吗？在包庇吗？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你们11月初开的主风洞的油冷却器就长这样啊！来，更可恶的，我咨询完了以后，你们交通部的铁道局很厉害哈，躲在幕后不具名对媒体放话，说没有啦，日商没有说要检查啦。我事后问交通部，谁要为这个放话负责？你们的调查报告写成这个样子。贻笑大方，连非安事故委员会的今天都当场承认不够完整，然后呢躲在媒体背后不具名放话很厉害，谁放话的？调查出来没有？我上次就已经问你们啦，到今天都不给我答案，谁放话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主风泵哈，它是要拆卸下来之后，是没错，看到它的状况是，所以可能在调查的初期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办法确认这件事情。调查的初期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办法确认这件事情。这两件事，第一个，11月初拆下来就已经看到这个了。接下来我在院会总质询的时候，我揭露了这件事情，你们躲在媒体背后放话，说日商没有说要清洁检查啦，谁放话的？先回答这个问题，不敢面对社会公开的质疑，躲在媒体背后不具名放话，擦脂抹粉，推诿卸责很厉害，谁放话的？今天查出来了没有？我从11月底就问这件事哦，问到今天还没给答案。目前我还没有这个资讯说有查，还没有资讯，一个月还没有资讯。好，来看一下下一页，结果呢？结果我不断的追，终于在调查报告承认了，维修手册上面有说了，要清洁，我们该做了，根本没有做。铁道局背后在后面放假新闻，谁要负责？交通部需要多久的时间把放这种假新闻欺骗社会大众
再次伤害受难者家属的人揪出来，需要多久？这是你们调查报告哦，自己修理你们铁道局的人哦，需要多久？放假新闻，欺骗社会大众，需要多久？放这种假新闻的人查出来需要多久？我们铁道局很会放假新闻啊，我们现在要全力查缉假新闻。放这种假新闻在幕后 背后放话的人需要多久？我已经给你们一个月啊，到今天没答案，需要多久？需要多久？很抱歉，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大概要查要。没关系啊，我会继续追下去，回去告诉你们部长，一个礼拜之内把人找出来。第二个，事故列车的有冷却器什么时候拆检的？是不是请我们铁道局杨副局长说明？可以啊，请他上来。什么时候拆检的？时间先暂停吧。事故列车的有冷却器什么时候拆检的？跟我们报告，我们是分两次拆检的。好，那最后一次是在上个礼拜一。上个礼拜一，不是十一月初就看到疑似这样的照片了吗？然后出事的主风泵可以拖到上礼拜一才拆开来看，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他因为有那个车辆已经故障哈，拆卸的这个吊挂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做过一番技术的评估。我直接跟你们讲啦，11月26号，不仅是赖清德在立法院里面提都不敢提，长成这个样子。更离谱的是什么？更离谱的事情是，事故车把主风泵拆开来做，你们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做？按照你们工作小组的记录，12月3号才做，了不起啊！欺骗社会大众，欺骗到这种程度。第一次调查报告公布的时候，主风泵连拆都没有拆。再往下，两个故障的主风泵可以开车吗？来，交通部表态，主风泵4个，两个已经坏掉了，可以开车吗？那主风泵的作用是在……我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解释主风泵的作用，讲过很多次了啦，动力也好，刹车也好，都会影响。两个主风泵坏掉，能不能开车？那这次是不是可以开得起来确认？台北局有到吗？事故发生到现在，两篇调查报告公布的哩哩啦啦，到现在我们交通部的大官、铁道局的大官，这句话都不敢讲哦。按照你们调查事故的报告，两个主风泵坏掉，开车没有问题啦，动力还 OK， 这个结论是谁下的？你现在台铁的 SOP 是两个主风泵坏掉还可以开车吗？是吗？谁要负责？调查报告可以这样随便乱写哦？我为什么说调查报告可以这样随便乱写？再往下看，奇怪嘞，你们自己的有关于故障处理排除系统，告诉所有的人，两个主风泵坏掉的话 ，M R 的压力没有办法建立，这是你们自己维修手册上写的。然后我们现在行政院公布最后详细的调查报告，两个主风泵坏掉还可以开车，你们到底在开什么玩笑啊？自己内部维修手册写的，跟你的调查报告结论完全相反，你这样的东西还敢公布哦？继续欺骗社会大众哦？为什么在你们调查报告里面要写两个主风泵坏掉还可以开车，就是在遮掩下面这件事嘛？12点半车入库，4点半车出库，入库以前两个主风泵强制停机坏掉了。从入库到出库这2个小时来，有没有维修？调查报告半个字都没写啊，我看不到啊。我开了记者会，邀请你们调查事故小组的人，交通部的高层，谁要出来面对？我随时欢迎跟你们一对一对谈呢、啊。没有人敢啊，全部躲起来啊！来回答，
这两个小时有修没有修？不知道。副局长，你不是调查小组里面非常重要的幕僚吗？记者说一堆话，全部都你放的、啊。跟委员报告，这两个小时有修没有修？没有。啊？当天的调查结果，那两个小时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坏掉，两个小时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为什么调查报告不敢写？为什么不敢写？两个坏掉，两个小时车子放在那边没有做任何的处理，调查报告为什么不敢写？来，事情还没有结束啦。这个我前面就讲过了啦，那个主风泵其实两天前就坏掉了。再往下看，台铁你们调查报告说，司机在16:17关闭 ATP 隔离 ATP， 你们到4:47才知道，真的吗？台铁是到4:47才知道吗？来，我直接问我为什么这样子讲，从17:47停了两站，一个是宜兰，一个是罗东。我先请教，宜兰站停车有两个列检员 ，A 列检员上去第一车，那个是车尾 ；B 列检员上去第八车，那是车头，驾驶所在的地方。B 列检员有上车吗？有没有上车？奇怪了，你从头到尾参与事故调查，你应该很熟啊。包文有，他有上车，然后他也有看到触控屏幕有个故障灯一直亮，他有没有看到？有。那个故障灯一直亮代表什么 ？ATP 隔离导致备员倾斜作动，不是吗？啊，为什么说到47才知道 ATP 被隔离 ？B 列检员上去，是不是真的有上去？哈，我接下来会调车站的荧幕，我要看，那没有关系啊。我假设你讲的是真的，他有上去，看到故障灯亮啦、啊，代表的那个备员倾斜的作动是 ATP 的隔离啊。怎么调查报告说47才知道？你骗鬼啊！说你呢？跟委员报告哈，那个故障红灯闪烁是因为跟 ATP 隔离才知道的。对嘛？我们事后对于车辆设计的了解了，那当时列检员上车，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到了解说这个灯跟 ATP 隔离之间的关系哈？这个可能我们并没有去确认到说这个列检员是不是看到这个灯，了解到说 ATP 是不是就隔离。所以你们列检员上去干嘛？那个灯闪烁代表什么意义？完全都不了解。然后上去看要看什么？我老实跟你讲啦，不要等到宜兰站停车16:10调度员 A， 你们的记录上面的记录跟你们所谓的列检员在宜兰上车以后的内容一模一样，那很奇怪啊！你们的列检员不用上车，还没有上车，调度员在16:10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上面的内容，跟你们在调查报告里面所谓的列检员在宜兰上车发现事实的内容一模一样，是直接把什么？把调度员在4:10知道的内容抄到他到宜兰上车以后列检所发现的内容，是这样吗？是不是？那很奇怪啊，你们列检员逼上去以后没有发现新事实啊，所有的事实早就在4:10的时候调度员通报的记录里面上面全部都写啦、你们以为怎样？这些资料都没有人会详加的去比对，详加的去看，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来，黄委员，是不是第二轮再来发言？因为今天司法跟交通联席，今天可以有第二轮发言吗？我们对有需要的话，我们就来好。好 ，OK， 我第二轮发言，我继续问。等一下哦，刚刚没有查清楚的问题，去问清楚。调查报告，第一次我已经很火了。第二次还继续骗你，回去想清楚。第二封简讯，列车无法修复，发出去了，整份调查报告半个字都不敢提，在遮掩什么、啊？好，谢谢黄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委员智阳发言。